养拆切药。好的，我们先来通过 AM 的医生了解一下这个患者的一个基本情况。这是一位36岁的女性，有高血压病史2年了。那么最高血压呢，曾经达到过160/100毫米汞柱。那么呢，目前呢，她的心率是74每分。那么今天是因为来复诊，我的处方帮您开好了。相信您这个药物的用法，您是很了解的，是这样吗？对对。好的，我现在发送给您，您查收一下。好。对，稍等啊。嗯，好，有收到吗？徐医生已收到，谢谢。好的，好的。那现在您可以退出我的诊室，进入一个购药的一个程序。您点击购药之后呢，就可以进行一个线上的支付了。我们有送药到家的服务，好吗？好的，谢谢医生，谢谢。好的，好，再见。国家卫健委还有上海市卫健委啊，它出台了互联网医疗的医院的管理办法。在中药里边呢，它明确的规定，就是第一个，你医生的资质得3年以上的。我们医生的资质必须是3年以上的，而且呢，一定要在互联网语言的上培训。上岗之前呢，我们还进行一个考核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在平台上面呢，把我们医院的整个工作呢搬到了云端，可以拿到他的心理图、核磁共振、CT 等等，只要的所有的报告，我们都可以拿到。我们最大程度的减少他的这种误诊、漏诊的这种几率。我们拿到了医保结算的资质，那么老百姓他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进行医保的结算。